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消化系统疾病，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，但是人们对于这种疾病的了解不足，导致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。本期吉林卫生带您一起揭开胰腺癌的神秘面纱。今日关注，胰腺癌是伪装的高手，胰腺出口与胆管相连，胰腺癌常导致胰管和胆管梗阻，胆汁排泄不畅，表现出中上腹饱胀、疼痛等症状。这种病痛与普通的胃痛不一样，常是隐痛，且在饭后加剧，范围扩大。胰腺癌侵犯腹腔神经纵时，会表现出持续性疼痛。由于其位置靠后，病人常会感到腰背疼痛，常出现在夜间，仰卧平躺时加剧，弯腰或侧卧时减轻，但此时病情多是晚期。60%以上的胰头癌会出现黄疸，这种是肿瘤发展导致胆管梗阻引起。发生黄疸时，在怀疑肝病之余，也应该警惕是不是胰腺癌在作祟。关注大众卫生话题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吉林卫生。今天啊，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呢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，长春肿瘤医院 MDT 诊疗中心的刘秉义刘主任。你好，刘主任。主持人好，观众大家好。刘秉义，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长春肿瘤医院 MDT 中心主任，原吉林大学中日林医院基本外科主任，全国著名肝胆胰外科专家，基本外科累计手术20000余例，擅长甲状腺肿瘤、乳腺肿瘤、肝肿瘤、胆管肿瘤、胰腺肿瘤、胃结直肠肿瘤的微创治疗，对肝癌与肝硬化、门静脉高压有着深入的研究，并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，发表国家级、省级论文60余篇，编写老年外科学及肝胆胰新疗法等7部医学著作，曾任中华外科医学会东北三省秘书长、吉林省外科协会副主任委员、长春市外科协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乳腺癌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。也是非常欢迎刘主任啊，再一次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。那今天啊，刘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还是关于这个胰腺癌方面的知识。在上期节目当中啊，我们主要聊了一些啊是关于手术治疗方面的知识。今天啊，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胰腺癌患者在手术之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。那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主任啊，如果一个患者已经做了手术了，他应该注意些什么？手术那么大，手术时间那么长，那么病人的恢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手术后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控制饮食。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手术啊是消化道重建，我们这个手术做了什么呢？做了空肠和胃的吻合，做了空肠和胆道的吻合，做了空肠和胰腺的吻合。那么这些个吻合它要长好了以后，愈合好了以后，消化道才能够通畅，是吧？如果是愈合不好，它就漏了。漏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些消化液啊，包括胰液、胆汁啊，这个胃液漏到腹腔以后，那就引起严重的腹膜炎，是吧？那么长期的漏，病人不能进食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使病人呢体力消耗大，就非常危险。所以呢，这个手术后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，就是饮食，不能吃饭，也不能喝水。这个大约是最少得5天，啊，5天的时间。其实，需要这么长时间之后，这个胰腺癌手术的患者可以进行到正常的饮食，是吗？这么长时间以后啊，他所说的能进食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只能进一些米汤，啊，还有一些个水，还有一些个比较稀薄的食物，就是全瘤。那么全瘤吃了2-3天以后，发现没什么问题，消化道没有漏的情况下，我们给它进入到半瘤。半瘤呢就可以吃稀粥、面条这些东西。那么吃个7-8天、10来天以后，才可以逐渐地恢复到正常饮食。我们知道这个肿瘤疾病难以应对的原因啊，一方面是早期症状不够明显，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；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啊，那也是给了肿瘤疾病的可乘之机。那么接受过手术治疗的患者，他需要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复查呢？这个复查的内容都是哪些呢？做了这个胰头12张切除的病人呢，
在最初恢复的时候啊，往往在三个月的时间就要进行复查。那么复查的时候啊，我们主要要复查一个肿瘤有一个标志物，它叫C125。嗯，这个是一个肿瘤的一个重要标志物，特别是胰腺肿瘤，它这个会升高，那么我们就要查它，看它高不高，它要高起来，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复发，是吧？另外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做个 CT， 是吧？看看这个吻合口的地部位啊，有没有肿瘤的复发，它是不是通畅？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要检查血常规肝功能，血常规反映了我们这个人体总的情况，是不是贫血呀，是吧？是不是有炎症啊，是吧？那么肝功能的情况呢，反映了我们手术后，你这个肝功能咋样啊？代谢是不是好啊？蛋白是不是够了？蛋白是不是白蛋白、总蛋白是不是都够了啊？这个是反映你机体的这个愈合能力，所以我们呢要定时手术后三个月，所以我们要检查这些个东西。嗯。其实在谈到肿瘤疾病的时候啊，我们大伙都知道啊，有手术治疗，有放射性治疗和化学治疗啊。那对于一些不太适合手术治疗的患者，那放疗化疗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选择。那我们也听说过啊，在胰腺癌的治疗当中呢，有一种方法叫做术中放疗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指的是一种这个比较精准的放射治疗。嗯，那么这个放射治疗呢，往往是由加速器来完成的啊。那个加速器呢，它是一种产生伽马射线的机器啊，它照射的比较准，能对准这个疾病的这个地点啊，比较精准。所以这个就叫数字啊，所说数字就是比较精准啊，就是计算机控制的啊，一个能够产生伽马射线的一个加速器，这么一个机器来产生这个，用这个机器来治疗。因为这个治疗呢，它照射的靶比较准，副作用小，其他的损害也比较小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。嗯，您刚才说到了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应用啊。我们找了一些资料，这个资料当中也给我们介绍了一种说，在这个胰腺癌的手术过程当中呢，也会进行一种放疗。我们知道一般的放疗都是在手术前或者手术之后去进行，那么在手术之中进行放疗，这个有什么特点吗？这个是医务工作人员呢，在这个胰腺癌治疗当中啊，摸索的一个办法。嗯，既然是癌中亡嘛，死亡率这么高，所以这个医生就摸索一下子，就是能不能这个在手术当中直接的把癌细胞杀伤。哦，那么手术当中怎么来照射这个东西使它癌细胞杀伤呢？那么这个就是必须在一种特殊的手术室，那么这个手术室呢就是有加速器啊，有伽马射线。嗯，把这个手术当中呢，把这个胰腺肿瘤这个部位直接暴露在这个伽马射线的照射之下。嗯，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副作用小，那么这个伽马射线直接杀伤肿瘤。多吃营养丰富的食物，胰腺癌的患者在饮食上首先要考虑营养方面，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多碳水化合物的食品，注重合理搭配。胰腺癌患者要注意日常饮食中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的比例，以碳水化合物为主，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要适当，最好选择易消化的食物，避免食用刺激性的食物，可以配合山楂类的疏肝理气的食物，调整饮食结构。胰腺癌患者需要从饮食中摄入身体所需的维生素，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，以及谷类、豆类食物，在平时适当吃一些甘薯、豆类、谷类等食物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胰腺肿瘤的作用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本期吉林卫生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那最近啊天气逐渐降温，吉林卫生啊在这里还是提醒大伙儿应该及时的增减衣服啊，以免是感冒等症状的疾病的发生，还是希望您啊能够每天都是健健康康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节目再见。